我相信房先生，自由都是长歌护我周全。如今也轮到我去护长歌周全。以长歌的性子，这两日一定不饮不食，但殿下交代，要好生照料。那些守卫心下也在发慌，因为没人能担得起怠慢郡主之罪。只有你的出现，才能让长歌进食。守卫表面拦你。 使者却希望你能出现，这样他们才能脱责。记住，不要怕，守卫一定会放行的。大胆，这个是郡主。杜公有交代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厢房，还请郡主不要为难小的。我听说，永宁郡主已经12个时辰不吃不喝了，阿爷说好生照料。 若是郡主出了什么闪失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这，我们郡主只不过是想给他送些饭菜，很快便出来。难不成你们连郡主也要怀疑？郡主，请。你在此等我。 你为什么过来？谁让你来的？不要让长歌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不会领这份情的。你要做的就是故意露出破绽，故意向他提供一些可以逃跑的信息，让长歌由被救变为主动逃，这才是长歌可以接受的。今夜下雨，骤然寒凉，我看护院的守卫都冻得回了家了。 就赶紧给你带了些热汤和点心来，你吃热吃。你如何进的来？我现在是郡主，他们不敢拦我。你阿爷杀了我阿爷，你成了郡主，永安郡主。长歌。 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稀罕当什么郡主的。从你的闺房到这个厢房根本就不会经过后院，你如何知道后院没有守卫？谁教你的？长歌决定聪明，如若被他看出破绽，郡主便不许再隐瞒。长歌，你赶紧走，后院的门没有关，守卫也被支走了。 有多远你就走多远，千万不要再回来。我如何信？这是你阿爷的圈套，还是杜如晦的圈套？见识就受永宁郡主畏罪潜逃，死于乱箭，是或不是？是或不是？<笑>长歌，你当真觉得我会害你吗？ 是房先生教我的，他说你性子倔，只有这样才能逃出去。房玄礼，你回去告诉房玄礼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想办法，不用他可怜我，我不想欠的这个人情。 真正能让长歌打消顾虑的，便是你们由小到大的姐妹情了。这次真正能救长歌的，其实是你。长歌，这是我新为你求来的平安符，你把它带在身上，定能平平安安的。平安符。 你们秦王府对我们东宫上上下下大开杀戒，你阿爷杀了我阿娘和阿爷。
你要我平安。对不起，长河，我不知道。我对不起。永安郡主，从此之后，你我短兵相见，不共戴天。长歌，我们是从小到大最好的姐妹。长歌，姐妹。我要如何与我的杀父仇人的女儿做姐妹？我数三下，你立刻走，否则别怪我无情。你怎么不说话了呀？难道是房先生的计策失效了吗？